发烧话题，发烧人物，今天最红火的应该是来自韩国的人气小天王 RAN。 RAN 今天搭飞机来到台湾，即将在明后两天在小巨蛋举办 Rainy Day 演唱会。我今天一到机场，可以说就被上百迷，这个他的歌迷们整个暴雨旋风给起风了。偶像 RAN 一现身，上百位歌迷尖叫不断，一个挥手的动作又让粉丝再度陷入疯狂。RAN 被歌迷团团包围，即使保全围成人墙阻挡，也几乎招架不住粉丝奋力推挤。暌违一年再度来台， RAN 的人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大家好啊，我是 RAN， 新年快乐。用招牌的迷人笑容和台湾观众拜早年。记者会上他还透露，虽然刚出道的时候被嫌长得丑，但他说现在对自己的小眼睛可是非常自豪。예전에는굉장한컴플렉스였지만지금은굉장히만족하고있고요그리고사실한국에서는벌써부터눈작은남자가인기가많아지기시작했습니다。好身材同样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六块肌怎么练的？小天王的答案让所有男生会气死。体力좋아야해요근데어쩔수없이운동을하다보니까이제지구력을많이향상시키려다보니까亚洲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小天王要用歌声和超强的舞台魅力征服台湾观众的心。台视新闻张一真、李世荣台北报道。